救助人命的资料及计算方式，计算工作量。这个水带是要准备给云梯车可以进行高空涉水抢救的部分，但是云梯车。 协调的患者也已经前往检伤处了。现场如果缺少，可以拿数量有。
限，请各位现场的来宾赶快去哦。刚会广播，如果有支援的单位，现在先请离开。